那煮个啥？鸡、大肠、猪肚，它全部煮没？不是炒啊，这还能不是炒啊？全都煮了一锅煮了。我说怎么那么臭？大肠在里面。今天中秋节呀、啊？啊，今天中秋节？今天中秋节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据说今天教师节。今天也是教师节？嗯。今天是教师节，也是中秋节，今年重到一起去了。红烧鱼头，这个盘大不大，小不小的，只适合盛青菜，盛这个红烧菜就小了一点，这都要掉了。这个是你爷爷的最爱，你喜欢吃不？臭大肠，不吃。啊？不吃。刚把麻的。哟。你知道这个是啥不？不知道。是刚尿的，咦，你个屁！我不告诉你，你不照样吃。这啥？这个是胃，这是肚子。嫩姜凉拌，挺好吃的。切片还是切丝啊？切片是吧？吃完了，我们家才还没开始啊。那以前吃爸爸农村都进门呐，嗯，是吧？嗯，不要吃了，吃宵夜。宵夜也行啊，是不是？吃爸爸，再晚一点，他就让你早上吃。啊，你等啊。啊，是爸爸回来的晚。爸爸回来，他回不回来都无所谓。我像你们没事一样，天天坐在家里哈，你那作业怎么写怎么样子？主要是我估计你也是玩的不想回来。这还有一只白切鸡，这个鸡腿给你吃吧。嗯 ，OK。我不切了啊。嗯。你说他等下被人抢了。你直接拿过去嘛，你先拿上来。不用煮吗？不切，就你直接扛着吃。你奶奶有气，你看敲得咚咚咚咚咚响，是吧？那鸡在装盘了，你直接啃啊，香不香？嗯。要粘一下，等会儿你晚上还要吃饭不？嗯。不吃饭了。给我啃一口吧，嗯，给不给？给啊，给肉我吃啊，这骨头。你真要好吗？嗯。啊，给你喝酒啊。你这关了这么久了，这酒杯子里碗里面不得倒满了。定制。看一个嘛，对。最好，要贪杯，知道吧？啊。这一点点不够。过来。快一个啤，快一个啤。干了呗。来，你干嘛去？我干了，你也干。哎、嗯，你先干。你先干。你先干。你干了，我再干。不干就是哈巴狗。滚犊子，傻逼一个。